这是脂肪病。气泡症。可是他要做脂肪症，就不用看气泡。脂肪光滑。脂肪光滑。这是脂肪点。这是脂肪点。左边输卵管。左边输卵管。右边输卵管。这边有坑，左边有坑。应该听见了。嗯。两边都有坑，子宫是 OK 的。子宫是 OK 的。子宫内膜刺激。子宫内膜刺激。嗯。一、二、三。内膜刺激的细胞。